大家好，我是肉块的 X Time 制作人伊田半。好，为什么今天戴口罩呢？因为现在在台湾防疫期间，大家都一起加油的期间，所以我也戴口罩一起加油。是正在开始的《末午猎人》Rise Monster Hunter Rise 的联名活动，大家喜欢吗？应该喜欢吧。好，这次内容我们有请《末午猎人》Rise 开发团队一起参与，希望给大家还有 Monster Hunter Rise 感觉的联名活动，包含了角色、武器、关卡的设计。谋略人 Rise 团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意见，好像我们开发团队跟谋略人 Rise 开发团队一起开发的。大家喜欢的话，之后还会有更多其他游戏的联名活动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哦。大家都有看到我们举办了三星猎人的活动了吗？今天就让我来示范一下怎么样举打三星成就。 OK Let's go、oh, OK Let's go。 这里有一个强化的道具哦，好，那中 boss 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重点，这超重点哦，就是在这里的时候不能死掉啊、嗯，因为死掉后复活，他中 boss， Langrotola 赤甲呢，赤甲会跑掉，所以这样就没有三星成就了哦。好，打死掉之后，别忘记了这个道具哦，圆火龙来了！不是圆火龙，圆火龙西谷嘛？啊、哦，发现，圆火龙西谷嘛？会啊、哦，对。混入了，他混入了呢？哦，他混入了之后，他的高级力是在他的伤害是会超高了。Yes! Yes! 啊，嗨，终于结束了，是不是有点困难？这个是 point， 是怎么使用长冲拿强化道具，别忘记打那个中 boss 哦，中 boss 打之后绝对一定要拿那个他掉落的道具，这个是三个性的条件。这样子的关卡的设计 Monster Hunter Rise 的游戏体验，这样的感觉要花点技巧才能过关。好了，这次的 Dive Time X Dive Time 是这样，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